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嘉新闻，我是蔡小军。新闻一开始呢，要先带你来看，为了要保护桃园沿岸的藻礁生态，桃园市长郑文灿在视察关心藻礁上游的水质监测站时，提到将在三年内打造水质和海象的即时监测网，让智慧监控与生态保育同步进行，还桃园一个干净又生态丰富的海岸。20号下午，桃园市长郑文灿来到位处关心藻礁上游的新乌溪出海口，视察水质即时监测站，关心监测情况。那这是一个智慧型的即时的监测站，可以连接到我们的环保的天罗地网，还有一化 2.0 的派遣系统。那一旦河川水质有异状，可以立刻稽查。水质监测站采用自动化采水检测设备来进行监控，溪中也拉了一条垃圾拦污索，希望降低塑胶垃圾对下游藻礁生态的危害。水质监测站的最主要的目的，它可以同时监测11种水质跟水量，如果系统发现水质有异常的时候的话，它会立即通报我们稽查人员去上游追查稽查污染的来源。所以说这个系统对我们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有紧急警示的功能以及及时处理的功能，这个部分的话都可以对我们的保护的藻礁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利器。未来三年内，海管处与中央气象局、中央大学合作的监控海象雷达系统，以及总共11座的水质监测站将陆续建设完成，并强化油污应变能力。市府期盼借由完善智慧监控，守护珍贵的藻礁生态。记者刘雨婷，桃园报道。连续三波的低温寒流袭台，再加上疫情的影响，社福团体急缺生活物资。常年经营网络服饰的曾伯翰，因而与立委赵振宇合作，共同捐赠了300件的羽绒外套给桃园八德在地多间的教养院，让院生们在农历春节能穿上保暖的新衣，度过寒冬。2021年才刚过不到一个月，便有三波10度以下低温的寒流过境。八德在地网络服饰业者曾伯翰便和立委赵振宇合作，共同捐赠了300件羽绒外套给当地多间教养院，期盼院生们能穿上保暖新衣，度过寒冬。赵委员其实关心我们八德乡亲，在地也照顾我们八德乡亲很久了，那他其实这十几年来都一直不断爱心在做善事，那我们刚好有这个机会，想说借由赵委员的力量，把这个我们的爱可以宣传出去这样子。我们这次捐赠的衣服都是以羽绒衣厚重的衣服为主，对，那希望说借由这波的寒冬，那我们可以用点心意回馈于我们自己的家乡。受到疫情影响，教养院收到的捐赠生活用品少了有三成。在得知他们的处境后，立委赵振宇便协助将这些御寒衣物交给院生们，让教养院长陈菊珍十分感谢。今年不是暖冬，今年寒流有三波，从来没有这么冷过。他这些衣服，他讲说捐出来给我们这些济南长江教养院，我们这个五个那个弱势的我们的那个院生他们都会有保暖的衣服来穿，度过这个寒冬哈。这次赵委员在这寒冬送暖，给这个院生又快过年了，能够每一个孩子有一件的心意，真的不晓得怎么谢谢他，真的谢谢。实用的羽绒外套不仅能让院生们穿得保暖，也让人在疫情与低温双重寒冬之下，感受到社会的暖意。记者刘雨婷，桃园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桃园市捷运绿线地下段工程，从去年三月起，就在桃园中正路上进行了 G10 到 G12 站连续壁工程。而随着工程进度的进行，桃园市政府捷工局将在1月25号起陆续施工围篱，设置在中正路的西侧，并呼吁民众要提前改道，降低塞车的发生率。桃园市捷运绿线地下段工程从去年三月起于桃园中正路上进行 G10 至 G12 站连续壁工程，而随着工程进度的进行，施工范围也即将调整。对此，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也特别说明施工进度以及围篱变动的范围。我们捷运施工连续壁工程在去年三月中旬开始施作以后，在我们桃园往芦竹方向东侧的部分已经
进入尾声哈，进完成了哈。那预定在今年1月25号，我们会逐步将连续壁的施工移往我们的桃园往芦竹西侧的方向。那这部分整个我们捷运施工在移往西侧以后，整个道路的宽度还是一样，南北双向是两车道的一个通行，那整个公车站牌也不会移设。位在桃园中正路上的捷运绿线 G10、G11、G12 等站的连续壁工程已经告一段落，而桃园市捷工局为了进行下一个阶段施工，因此从1月25号起，工区围篱也将陆续移至中正路西侧，并呼吁民众提前改道，要降低塞车的发生率。进入到桃园区的部分，我们希望改走那个慈文路，还有金国路、南平路、庄敬路。那如果从往来桃园芦竹的部分的车流，我们可以改走整个我们永安路的哈，还有我们富国路，穿越高速公路以后，富国一路、富国二路，那可以直接到整个南清路，就到我们南崁地区了。可能有一些车流的速度要放慢了哈，那我们有一些牌面的部分禁止左转，或是禁止回转的部分，要请市民乡亲大家注意。捷运绿线施工期间，桃园中正路部分路口将禁止回转与左转。对此，桃园市政府捷工局也将于路口设置交通告示牌，要请民众注意交通资讯。另外，车辆在行经工区时，也请民众放慢速度行驶，并多加留意。记者王中军团报道。你有看过柴烧的陶瓷艺术作品吗？南崁儿童艺术村为了让艺术亲近民众的生活，并让艺术的种子在社区中发芽，因此特别邀请柴烧大师徐兆平举办平凡之路柴烧个展，带领民众探索柴烧之美。您有看过柴烧的杯子或是茶壶吗？各式各样的柴烧作品就陈列在展馆中，而这些看似平凡的柴烧作品全都是来自柴烧大师徐兆平的创作。徐兆平老师透过展出充满艺术的柴烧陶器，借此要诉说创作理念。徐兆平老师其实在这陶艺这一个旅程上其实已经35年了，就等于从他学生时期就已经开始做这件事情，然后一路到现在。到现在其实已经比较是属于返璞归真的概念，所以其实他在挑选工作室上也会在比如说在山林间。那我们在这一次的柴烧作品里面可以看到大部分都是比较朴实的，那在徐兆平老师的作品上也可以看到一些比较有趣的，不是只有我们一般看到的茶壶茶杯，而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作品。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其实有一道很不明显的阶梯，那就是用陶的方式把它捏出来的。南崁儿童艺术村为了让艺术亲近民众的生活，并让艺术种子在社区中发芽，因此特别邀请柴烧大师徐兆平举办平凡之路柴烧个展，并于共学楼二楼展出，期望要透过大师的创作带领民众探索柴烧之美。这一档展是南崁儿童艺术村在110年的第一档展，叫做平凡之路，那展的是徐兆平老师的作品。在这一次的展览当中，我们一样是用一个近距离的推广，就是我们可以站很近来欣赏我们的艺术品，那不会再看到就是像美术馆那样可能有红龙围起来啊，或者是没办法就是很靠近的看它。那所以其实很欢迎民众来到这边观赏的时候，其实可以近距离的去观赏这一些我们所说的艺术品，或者是我们的生活工艺品。平凡之路徐兆平柴烧个展从即日起正式开放参观，展出时间到3月3号为止。欢迎家长趁着展览期间，带着小朋友一起前往南崁儿童艺术村，并透过实际触摸与近距离观察，借此培养小朋友的艺术能力。记者王竹君台报道。再带你来看新仁里里长简玉峰希望能够将车主设施变成公园的亮点，因此号召了8块处水巡队及环保志工共同彩绘，让普通的空间变得不一样。马路上时常会看到这种水泥砖，黄黑颜色相间搭配公园的景色似乎不够美观，但是为了避免车辆停车又必须设置，因此新仁里里长简玉峰就号召大家一起来彩绘，打造新风貌。
其实原本哈，我们的构想不是这样子，我们是希望说，画一些比较 Q 版的动物，比如说像猫头鹰啊，像熊猫啦、无尾熊啦，让亲子来这边的时候可以拍拍照啦，然后感觉说，这个地方是还不错的。那后来呢，把那个电脑图板弄上去的时候，觉得这样子的图太花了，熊贵灰啊，感觉不好看。那后来我们就想说，我们在这个区块，我们在做水域的清洁。那不然呢，我们就把我们的构想，我们的概念呢，让大家知道。千万别以为这些车族彩绘很简单，这是结合水巡队以及环保志工队将近60个人花费2天的时间完成。除了过程繁复外，图画选用猫头鹰也是有特别意义的。那在我们的郑市长呢，他有一个那个猫头鹰的就是水域的维护的守护这样子哈。那本身呢，讲真的，我自己也蛮喜欢猫头鹰的。那猫头鹰它就是一个代表，就是祈福，然后守护，然后智慧。那我们希望说，借由猫头鹰来守护这个家园。我们一开始就把原本很粗糙的那个颜色给它挡掉，用白色来给它美化，然后我们希望它比较亮丽，就用黄色再把它盖过去，然后把我们的图案，把我们的理想通通写上去，让我们这一条溪就是能够水清鱼线，美丽的家园这样子。公园绿地再搭配车族彩绘，让普通的空间多了一点小巧思。里长也表示，未来还想再做更多的环境绿美化，让社区的住户有一个更棒的休憩空间。记者尤佳瑜桃园报道。桃园要迈入进步的城市，首先最重要就是要友善。我们希望桃园打造一个不只是在捷运路网上的一个开通，以及所谓航空人计划的推动，我们希望行人走在路上能够非常的安全。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会持续的推动，督促市政府就人行道改善、骑楼打通计划做更进一步的加强。这是年轻活力的桃园，这是繁荣进步的桃园。这是热闹丰收的桃园。活力之都希望桃园，因为有你的参与，桃园越来越好。